我跟你说，别说，我现在还真有点舍不得卢哥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每天看着他那样吧，我就欠嗖嗖的，我还挺开心。嗯。你知道他笑出来这个很温暖的哈，嗯，很有阳光。这个我觉得他生个孩子，生个女儿，嗯，长得像他好看，比长得像你强，真的。你是你几个意思？不，我跟你说，绝对小女孩长得像她一笑，然后那个小笑眼儿，绝对特别的招人。对，真的。那多让人操心呢！你属于耐看型的，你冷不丁一打眼儿吧，哎呀，没有人家吴哥，没有人家卢哥，就是一打眼儿那个，卢哥一打眼儿就是挺好看的。行啊，就一般嘛。你们俩结合一下吧。配上你的大鸭床子，配上他的眯眯眼，哎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大模范儿。哎，你要是往这方面有打算，我劝你尽早啊，在生育线的这个，别超过生育线最高这个。妈呀，多好呀！哎，正好你们三个兔子，蹦蹦哒哒的。今天就是兔年，36了啊，多老了，你还寻思呢？哎呀，我真的，我就劝你，这东西就我觉得合适。几天观察下来，我觉得合适。真的，你看，就像我跟小松，大不了不合适，你就再来第三季，是不是？正合适了为止。